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8月28号，张医师线上课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乳癌实作教学。张医师，请您开始。今天要讲乳癌实作之前，想跟各位谈一些，就是实际操作。实际操作，因为最近我常常去基金会，发现了很多问题。也就是在之前，2021年年底前，就是书出来之前。我一般比较少去基金会，也就是临床上也比较少接触患者，大部分都是花时间在修改书本。那从书本出来之后，我就常常去基金会，然后到第一线恢复我早期就是接触患者我的感觉我比较喜欢接触患者，但在接触患者的过程中，发现还是志工的一些观念还有手法都有待提升比如今天要谈的乳癌实作我之前也问我们的志工，我说你们对一些乳癌的做法比如做出来是不是有改善或是怎么样每一个患者跟我报告一下。那大概我听了，我就觉得他们很多观念还是不清楚。比如说乳癌它还有硬块，但是他刚开始找也有痛点，那找一找觉得按推一段时间痛点也不见，但硬块还是在他们以为那可能就是已经好了，但硬块可能就是这样那我实际做就发现很多情况不是这样，再深谙一点还是有痛点那不止乳癌，很多癌症也是一样，肿瘤也是一样，它有硬结肿块肿瘤的话，一般都在患处是可以找到痛点，也就是往根部处理。所以我们今天会谈这一方面谈的比较多。那这一段时间因为常常跑基金会那发现还是志工的观念包括手法也有待提升。只是最近好像听到很多外面有一些比如说大陆的公益点或是以前从基金会离开的人员甚至有一些人就是说他曾经在基金会当某些职务，然后要跟大家来分享实际的操作。但现在基金会经过整顿，志工是大幅提升，而现在出去说代表基金会的那些人员，事实上都是很早离开了，很早离开。而且基金原始点，如果大家有认真在学的过程中都知道，原始点的进展非常快速，也就是他从理论然后慢慢把一些实作跟理论结合，尤其到2018年2019年对于肿瘤的研究就更深入，而且对于重病的显象跟命危也有了很多看法。但很多我现在指的就是有一些很早就离开基金会的人员，他现在还在谈原始点这个他们应该也都清楚。我的书本上写的，基金会不授权给其他人去讲原始点，那这些讲原始点的人又没有经过基金会的同意，其实在某个方面讲他们已经有一点
违法，也违背了基金会推广的原则。基金会现在对于这些人员也是觉得他们如果声称是基金会人员，或是他们曾经在公益点，但做的又是背离，又在讲原始点，而且很多讲的方法又跟我现在讲法有很大的出入，所以也请大家不要误信。也就是这些人如果他们真有本事，他们就自己去做，自己去研发一套吧，不要再谈原始点，而且又有很多夹杂。我听说现在一条脊椎七处，他们的案法也有些改变了。然后原始点从2018到2019真正的实际操作，其实很多都有很大的突破。那这些很早离开的，他们又除非他们也是看我的视频，那既看我的视频，那如果这样，那大家也不用听啊。那如果又没有看视频，那他们讲的又是旧的资料，在实作上他们会还是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所以在此提醒，也提醒有一些就是离开基金会的人员，不管你是什么原因离开的，就不要再冒充你是什么职务，你曾经有的职务也许现在这个都没有意义。那如果你真的想真的帮助原始点，就不该有自己个人的己见，就鼓励这些想学习的来看我们平台，这不就是更好了吗？还有大陆有一些公益点也是他们好像用原始点在推广，但真正实作上也是出了很多问题比如有一些公益点他们遇到某些疾病不会，他们就会告诉患者去西医那里。那我的书本上都有写遇到比如说发烧好了，一定要赶快补充热源温敷，有些就不敢做了，就直接去鼓励去吃退烧药类似这样或是还病人已经很虚，还叫他做不该有的运动让患者更虚这样的公益点我也常常听到，很多都投诉到基金会来基金会也很无奈因为基金会不可能管理他们比如说有一些肿瘤按推他会出血他们就叫患者赶快去西医院止血，那一止血肿瘤就变大那所以他们很多做法也是背离了现在一些实际操作，所以我也在讲这个实际操作有感而发就是如果大家真的要学到真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话，或是帮助别人，一定要看最新的视频。那外面他们怎么说都不是我认可的。我既如果我是认可，因为我不会授权给人家去讲原始点嘛，所以在外面听的都不代表原始点，也跟我无关，而且我也不认可他们的行为。他们这种行为应该是违背了我纯纯就是跟他们谈做原始点的做人的最基本道理，可能这连这些做人的基本道理都违背了好，那这是我开头有一些感触吧，跟大家讲一下。好，那我们就实际进入今天的课程。我现在在处理一个，那个是我看到乳癌，包括以前看的影片，这一个是最为严重，因为它整个爆掉之后，然后烂很深，然后组织液是随时24小时在流的，然后它整片包括那一个好的乳房，其实它也是已经有乳癌了，
因为我帮他揉一揉，他乳那个分泌物就从乳头流下来，然后整个胸部这里也是都硬块，然后这里腋下也有一个很大的硬块，所以整个从这里整片都是癌了。简单讲，那他因为以前学过岩石点，他知道不能去吸，如果他不来岩石点，我认为他已经挂掉，他情况比他严重好几倍，已经不可言喻的那个。那他只要几天哦，你没有热源，没有按推，他马上就膨胀，你会吓死的，一下子就大很多。然后大很多不要紧，他那个硬块马上就很紧，然后面积变很大，然后甚至这个腋下本来已经处理这里很累了，这里有时候几天没有处理，竟然一颗长成两颗大，短短时间，所以它正在进展，那个速度之快。这一个患者，我要求他，因为我说大概就是在面临生死，我说这个乳癌患者一定要热源24小时。10个小时以上，因为24小时连睡觉都要。那事实上，我也要求他睡觉都要。外热炎最重要，用什么？不是用灯罩，他灯罩也没有用，只有一个攻击，因为它很深啊。然后组织一直从里面一直冒出来，吹风机。只有一个，戴森的吹风机，又不能用一般的吹风机，只有戴森，戴森它的风可以集中吹进去。这是我面临到乳癌最大的挑战。那从4月28站到现在，跟这个癌扯平，只能扯平。为什么？因为当他按到不，就是没有到位的时候，连按都有影响，他没有把它按到很深入的时候，他马上就硬起来，明天就硬。然后你两天没有按开，热炎没有进去，他马上就膨胀。都是两三天，那个速度之快，所以他如果去吸，我看很快就挂了，没有救，而且整个烂范围你们应该有看到。好，为什么他特别快速硬化？我告诉你，因为他硬化没有推开，他早期他也懂原始点，他们就这样推，那推的时候硬化没有推开，也没有涂，可能姜粉泥也涂得不够，然后按推也不到位。这个就是我今天要来，就是当你没有技巧，你有时候年轻的，我说乳癌我分成三个形态，如果第一类你光看不出来，那一定要触摸。那触摸怎么触摸？如果你怀疑它大，先用手抓看看它的范围，那如果抓还软软的，那表示它的肿瘤怎么比较小，那就用可以用捏的，这样在这周围捏一定就可以捏得出来。那捏出来第一类型最重要是涂姜粉，然后把它揉松，但有时候像这种癌末，你要揉到松有时候要花时间，由轻而重，记得不能大力挤，大力挤他们受不了。那痛要有一点痛，但不能让他痛到受不了，还要诊断，先看这一个病人的体力，不要被西医那个癌末所蒙蔽哦。因为我看他的体力，人从台中来，你说体力好不好？好，这肯定好啊。他走两次车哎。对啊，那两次车还能找到台北基金会，那表示脑袋还清楚，体力也不错。那这个根本就不是重病，就是只要处理得当，想死也难。就是一句话，虽然是癌末，但我对他很乐观。我对重病我的看法，比如妹妹，你们都看过，妹妹不能大力按，她已经是重病了。重病处理一定是要怎么样？以热炎为主，按推为辅。你不要说我老生常谈，你们常常会颠倒，一颠倒就出事。我们原始点是这样分的哈，轻重症就是没有生命危险。小 case 叫轻重症，啊，重病就是还有分，就是有会影响到生命的叫做重病，那重病一定要补充热源，
那轻重症就不会死的哦，就是可以大力按啊。好，那这一个患者是轻重症还是重病？我先问你。那就是我说的，他症状就是头晕嘛，然后还有脖子僵硬嘛。啊，这里有没有不舒服？呼吸或是什么有没有不舒服？有时候会不好，他很大力的呼吸啊，呼吸不顺畅，那就只有这样，其他没有。然后要从台中来台北，你们刚刚也听到了，非常好。所以哦，他是属于什么轻重症，对不对？因为重病一定要有体力虚弱，他没有啊。其实他如果重病体力已经很虚，要用油压的，可以慢慢推进去。那这种手法很重要。所以你看这一个患者如果是重病，记得涂姜粉，一边涂一边按，以热源为主，按推为辅。但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已经我看到最严重，你按推不到位，他马上也绷紧，那里面瘤脓很多啊，你一挤常常脓就一直出来，瘤很多啊。所以像这种你按推也要到位，热源也要到位，但当然是以热源为主，因为他没有热源，我看他会挂掉啊。他还好，他都有配合，所以今天站到这样，我觉得已经了不起。他们很了不起，我也觉得延时点的话也了不起。重病的患者，你们一定要很有耐心。有时候一处理起来，要处理一个小时以上，要慢慢把那个硬块揉到松。所以你们不要说啊，一次不会松啊。你刚刚有听到，你每一次揉完都有比较松，对不对？哦，对啊。他只要松，他很奇怪，硬块哦。揉松了，那肿瘤有时候会缩小，很快，有时候会缩小。所以我认为，为什么我对延时点啊、哦、那个处理肿瘤，我是非常有信心。但是不能处理错，有时候处理错，哇，到体力虚弱，你真的就很难搞了。第一个要先判断轻重症还是重病，先划分出来。如果重病，热源为主，按推为辅。哦，那热源为主应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般会先涂姜粉，涂三遍，然后看他如果阴很虚的话，全胸、后背都要涂三遍。好，那进一步再跟你们讲，如果不是乳癌的，有一些肺癌的、末期的、咳嗽很厉害、肺积水了，这一看就知道随时都会挂了，那要怎么处理呢？立刻涂姜粉泥三遍，涂完三遍，再红豆袋让它温敷，温敷完之后开始解症。解症的时候一定记得，还可以再涂姜粉泥，涂完再按，涂完再按，也就是你可能涂五，再多涂三次就五六次，局部的加强，效果会比较好。台北有一个子宫癌，那一个本来很严重，那经过我们志工8个月处理，他本来都每次按都流组织液嘛，很臭，啊，8个月就完全好，啊，现在已经肚子也不胀，啊，腰也比较不酸了，也就是以前的子宫癌完全都好，但是他现在有一个症状，就是坐骨的地方靠近肛门的地方一个点很痛，他说那一个痛24小时在痛。痛到让他痛不欲生，比得肿瘤还难过，就是让他痛到会恐惧。我帮他，你知道这个在那个接近阴部女人私密处哦，我是用大开关帮他按，没有效。大开关就是臀部原始点，还有肩椎原始点，我都有按，没有效。那我就知道患处，所以我就叫我们的志工再从患处。涂姜粉泥，涂一遍、两遍、三遍，那要大力涂哦，甚至再换出那个痛点，把它按揉哦，这样来回涂6次。那结果这样经过6次的处理，它局部那个痛就有改善，算很不得了哦，它是每分每秒都在痛的哦，结果这样处理完，竟然可以3天不痛。那他已经来2次，最后的处理，只要你涂3遍，
然后又没有用力帮他推揉的话，没效，就是要慢慢大力，这样由浅入深，慢慢帮他推，然后推到深处。所以如果你们遇到癌末患者，除了涂了三遍，他实在很轻，记得那个力道不用太大，但在那个痛点，你们找出来痛点，再加强涂姜的，再多涂涂个两三遍，效果会更好。我大概是109年，9月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是乳癌第四期。然后我们在109年11月就开始做标靶跟欧洲脂肪酸跟小溶酶。啊，这样的话总共做了8次以后，缩小到1.8公分。就在110年5月的时候，他就帮他手术，就把那个里面的癌拿掉。拿掉以后就切片检查，所有的癌细胞都没有。结果他就说不行，还要再继续，要再做电疗30次。怕说会转移跟复发，他还要再做化疗12次。然后那时候刚好碰到疫情，碰到疫情我们就没办法在台北那边待，所以我们就回到高雄，继续再做标靶，再做2次。啊，电疗做了到第11次。我们后续的就没办法做了，因为我太，他整个人就倒下了，很虚，很虚。我就跟医生商量说，可不可以让我先调养身体比较好再做？医生跟我讲说，你说什么我都不同意。我听到这一句话，我认为医生不是以我的生命为要，对，不是以病为轻，所以我就很绝望跟我先生说，我不再做了，我要面对我自己的生命，我要自己做主。其实我有看过你的书籍，在他还没有发病的时候，其实他就跟我讲说他的肩胛骨那边有在痛，那时候我就有一点在怀疑，因为那时候我早就有看过你背后，所以我就鼓励他说，那既然我们西医那这边先不走，那我们就要坚持把原始点，我们就那时候就决定要做完艺术。但是是我自己看影片的，然后手术完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他没有做完全，手术没有清理干净。对，因为他手术完的时候还是一样都肿胀，只是检查是没有癌细胞，可是他的乳房都是肿。Okay. 都肿了啊，所以都要去医院把里面的抽出来，里面都是黑色的红色的东西，一次都可以抽3管或2管。抽出什么？血，好像血液。血液啊，还有没有组织液类似的？对对对对。抽完以后，我们就没有再去医院，都不去西医那边。不去西医那边，那我就帮他。那时候他是连血压药、安眠药都要吃。是，因为他血压都是偏高，然后每天都要吃安眠药，他才能睡着。是，可是我自己帮他这样弄，他的体能是从没有办法都躺在床上，已经可以自己出来工作，可以跟我一起在园区那边可以种一些花、种一些草，所以都已经有恢复。可是我们每一次恢复到大概1-2个月的时候，他就会瞬间又掉下来。掉下来就大概是1-2天后又开始又恢复。等到今年，我发现他体力已经越来越好的情况下，突然在大概4-5月，就发现他这里整个变成非常的硬。我他现在最大的困扰就是说，他只要能够睡觉，他现在睡不着，是吧？因为这里太痛。痛到睡不着，对，也就是他这里痛能解决，他就能睡。对，他现在每天做了2次超慢跑，结果我发现他这样跑起来的时候，虽然都没有睡，以前如果都没有睡的情况下，他马上血压会飙得很高。是，那现在他是血压是有飙高，控制在140几，但是还好。他以前要吃血压药跟安眠药，结果我跟他按推完以后。好像只有3-4个月，他就连安眠药跟血压药都不用吃。哦，不用吃了。他现在都没在吃药。张医师，我先生他是从你的影片里面去学习，他先给我看，他说：“老婆，我找到这个原始点，我觉得这个可以，你来看一下，如果同意的话，我帮你按。”
我现在的问题是说，是不是因为我的那个内热眼外热眼的不够，造成我这样子？要不然每一次都是已经精神好了，可是马上又荡下来，然后又好了又荡下来，这样我这样很折腾这样子。尤其是最近这个已经崩到齁了，好像要爆开，那要不然你就爆开，它又不爆开，撑到你真的很痛苦，然后又像针一样这样戳戳戳戳，一直戳一直戳，这样的戳痛。现在还痛吗？这几天比较好。为什么比较好？因为我们去师姐那里，师姐有跟我先讲说，那个肩胛骨旁边都要按，内侧眼，他内侧眼要按。他本来他不知道，他只是帮我按睾房穴，因为我一直说我的病也是睾房穴。还有我有做那个超慢跑，那个也帮助很多。本来我没睡觉，我是会病恹恹的，可是我现在心里突破，我知道说没睡。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不一定每天一定要睡八个小时。对，只要你有睡，有沉睡一两个小时都 OK 的。对，所以我这个心理障碍已经拿掉了，我就坚持不吃安眠药，虽然很痛苦，没有睡，可是我已经突破这个心理障碍。好，他叙述的非常清楚，原始点他最擅长的就是诊断跟治疗，就当他讲完了。如果西医要做很多检查，原始点不用，马上就可以诊断他的病情，他已经到什么程度啊？那我想先问你们，他现在的情况是属轻重症还是重病？重病。好，还是两派啊？我分析一下啊，他做过很多次的化疗，你们以后记得，只要有癌症来。他只要有做过很多次化疗或电疗，你不要怀疑，你就把它判定为重病，因为他的整个体质已经被破坏，所以他体力已经不如正常人，所以他为什么有时候好，有时候就会当下，因为他的体质已经不是像他还没有做过之前那一个他已经不是了，所以。我为什么说只要你听完大概就知道他是轻重症还是重病的。好，那面对重病我们就很清楚了，就是热忍不够，一定要加强热忍。那他那个硬邦邦一定要推开，所以我们还是用原始点的一句话来讲解，所有疾病皆因体伤及热忍不足。那既然体伤跟热忍不足又是重病，那就是以热源为主，按推为辅，那方向确定了，那应该就可以处理。那对于重病患者的按推不能太大力，也就是他一直如果按到很痛的话，他会消耗热源。那如果是轻重症的时候，你稍微大小力都没关系。我刚刚讲比如他，他体力还不错，你看他这个还蛮乐观的，那体力又好，那稍微大力一点他可以承受，这样效果反而好。那如果他一定要稍微慢慢的，然后有一点点痛，然后慢慢按压进去，有时候光按这种，像这种患者一般按的时间就要长。我举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最严重的癌，他一次按多少小时呢？是两个多小时，就一个乳房按到两三个小时，那是怎么按？就是不断涂姜粉泥啊，把它油很硬邦邦，慢慢揉松揉松，然后它如果很痛，稍微停顿，再慢慢揉，是这样配合它。它一直边推，它那个组织液就不断怎么样，一直冒出来，甚至有时候那个组织液是白白的喷出来，有时候是这样，看起来好像挤牙膏，你知道，白白的，一挤牙膏就。跳出来，看起来好像很恐怖，但是按完，它整个硬邦邦就怎么样，立刻松掉。所以我们现在遇到这样，就是要花一点耐心。如果这样慢慢处理，它那个整个胸部是可以柔软。好，那另外它还有讲解一个，它胸部痛到睡不着，现在去佩慈那里，它已经改善了。那为什么改善？
电池说它不是处理胸部，那个痛它是处理哪里？肩胛骨内侧缘，也就是很多人误解乳癌本身会痛，乳癌本身是不会痛，所以当它痛到睡不着，一般患者都以为这个就是乳癌引起的，而事实上痛多属它主体上，你只要在背后那个大开关痛点把它按推，它马上就不痛。这个我告诉各位是原始点的绝招了，中医没有，西医也没有，所以他们就会像，尤其像西医哦，乳癌会很痛的，要怎么贴麻醉，事实上都不知道要重因结症哦，那这样会让患者陷入恐惧，那表示他当他解决了，他不再恐惧的时候，其实睡觉自然就改善。然后还有加上他先生，我觉得算照顾重病患者，能够照顾到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为什么？他能够，你看他说他体力很差，现在体力慢慢恢复，哦，只是他有一些点不懂，哦，比如说他也想把他痛解决，但是他不懂应该要按正确，那这个借助原始点来指导，啊，有这样的家属，我认为一定会，为什么？他愿意做，那我们只要教他对，然后他来做，他真的就会减轻。好，那当然做，哦，目前听他这样讲，第一个大开关一定要按脊椎两侧，然后如果他整个，那表示肩胛骨内侧缘还有肩部原始点也一定要做，因为这些都会影响他的整个胸部。大开关一定要先按，先保命，因为大开关管理的整个循环。那再来按完之后，他肿瘤不可能软，一定要从患处下手，然后患处一定是在根部找痛点。好，那大开关你们都会了，我就不再示范。记得它是重病哦，所以你要按推大开关之前一定要怎么样？温敷，也就是要先你用红豆袋先让它温敷，然后再涂姜本梨也可以，或直接涂姜本梨，然后甚至用电热吹风机吹一吹，三次完了还吹一吹也没关系，让它的热可以更渗透进去，或涂完之后叫它躺一下红豆袋，让热也慢慢进去。但记得涂完三遍之后，患者对热的感觉会比较敏感，所以那个热不能红豆袋一般用很热的，他会受不了，一般用温温的，然后问他这样受得了吗？哦，这个都是技巧，如果他说可以那就没问题。好，那也就是按推跟涂姜本梨，如果像他哦，他不用，他因为他没有病恹恹的，他体力很好，那就是怎么样，温敷一下就推了。涂姜本梨是只有涂局部，他如果重病是最好全部整个上半身哦，涂背部跟前胸哦，他涂到这里来，借由皮肤让热源进去，这对他是最有利的。哦，好，那这个涂完之后，我们开始就是找患处痛点。那我们现在这一部分就是要来教各位，哦，他现在这个动作是已经要收尾了，就是你第三遍，他怕那个就是渣还留着，他把它拨一拨，哦，把那些渣拨下来，哦，啊，这样会干干的。那在拨的过程中，患者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有热慢慢渗透进去，所以这个动作也蛮重要。啊，每一遍不是都要这样拨，第一遍、第二遍都不用拨，到第三遍要收尾的时候才这样拨。啊，其他就是涂干了，哦，均匀涂干了，这样就可以。那如果干爽，哦，你们如果要再用电热吹风机吹一下也可以，哦，因为让热源进去，哦，好，那背后这样涂完再涂前面，那也可以背后做完，哦，如果是一般不是体力很虚的，你也可以立刻就做。
那因为它是重病，我们还是涂完再做。那一般涂一遍是不够，要涂到第三遍热才能是，哦，患者才会感觉有热渗透进去，一遍是不够。这个患者哈，是在教学，他也愿意哈让我们实做。那第一个，他因为是重病，那涂背部也涂过三遍，然后前胸，等一下我们他会翻过来，前胸也会涂三遍。那涂完之后，先大开关按推，也就是上背部，脊椎两侧，把痛点都找出来。那因为他另外一侧的，那个胸部整个已经变硬了。所以还要加强肩胛骨内侧炎，还有肩部延时点，那大开关做按完之后，再来找局部的，也就是胸部那个硬结肿块肿瘤，部分的，这一部分从根部下手。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视频。另外补充一点，有时候像那个乳癌来台北，他头部都有问题，头晕。那我现在头部的手法有稍微改，以前的工具是拿这样按耳后，现在我们的工具是拿这样，就握虚前，然后这个都不要出力，是松软，然后这一个原则上还是以食指去按它的，你也可以这一个并齐这样按也可以，这个手法比较轻柔，比如台中妹妹你们有去按的时候。之前如果用这样，他很多时候受不了，那我慢慢回去就改良成这样，就是这样你也比较不容易受伤。这个拿起来，然后直接，你们看啊，一样，握膝前哦，拳头绝对不能这样握膝前，硬邦邦的会很痛。握膝前，只要有一个形状就好，这样下去就会有弹性。你们看啊，这样就会有弹性，那这样。一样啊，其他的就是用手腕摆动，就是拳头摆动，来回均匀摆动。对，这个形式我这样按过很多重病，患者都能接受，而且这样可以揉到由浅入深，患者也比较不怕。那这样一般患者不会抗拒，而且很轻柔，绝对不要想握实拳。这个手法还可以应用到手肘。这是之前的手法，那我现在是这个放开握膝前，直接顶进去啊。嘉伟有什么不一样？感觉比较不会那么硬，然后比较柔软一点，那感觉会比较舒服一点，能够比较容易接受。对，但是有力道进去，一样能解症。而且患者不会抗拒，如果以原来的这个时候，因为你当你把它顶住的时候，这个就用力了，就会变僵硬，所以顶下来患者一般受不了，尤其头部很多人反应，所以我发现那个手法一定要改，就是用这种手法把它拿开了，握膝前有一个弹性，你下去就不会让他害怕，要不然你们一下去他就不对了，所以这个一定要学。那现在他乳癌患者已经涂好了，那一般乳癌患者是这一部分，那因为他整个胸部都很硬，原则上是脊椎还有同侧的肩胛骨内侧炎，你的 乳房是这一边嘛，所以肩胛骨内侧炎还有肩部延时点，那这一边没有问题的，你要不要加强再说，但是我一般习惯是一边如果有问题，我一定会再检查另外一边，要不然他或许已经有了，你都不知道，顺便处理，我们假设这一边就没有了，那我先以我们的延时点正常的按推，我跟各位讲，让你们看一下，现在坐姿站姿都可以了，坐姿我认为现在自宫会比较轻松。这个在 YouTube 影片上都有，那因为他胸部是在这一边，所以
最好再把肩胛骨内侧也，因为它整个都蛮硬，这里肩胛骨内侧也再按一遍。有感觉痛吗？觉得很 OK。 好，那如果我要找痛，我再稍微大力一点。好，这个如果有痛再跟我讲。好，这个都能接受吧？可以。这样力量可以接受吧？可以。好，依我临床常常在看，如果有些爆掉，你光把这里按的过程中，它很多组织液就开始流，而且会有时候会流蛮多的哦，所以大开关很重要，一定要按。那按完我一般解症跟舒缓的手法，我习惯用这样。照理乳癌这一边一定有痛，100%，只是大小力的问题。如果对胸部的胀，一定大部分都在这里，这里一定有痛。好，我再按给大家看。再深层一点，这样你能接受吗？可以，有一点点的痛。这里哦，对，这里有一点痛了哈、哦。对，啊、哦，所以这个就是痛点了。这个就比较不会痛。好，这里不会，这里呢？这里还好，这里会痛。会痛了，好，这里会不会痛？还好，这里还好，这里会痛，这里也会痛哦。那你这个，你胃肠还好吧？胃肠还好，这里就不会了。那你的痛点在这里啊、哦，这是一点。那、啊、另外这一点也在痛，对不对？这里也在痛，还有这一点。所以这一边有大概三点在痛。对对对对对。啊、哦，这一点，这里都在痛。那一般。我认为啦，因为肩胛骨内侧炎跟这里当然有相辅相成的作用，但如果你把脊椎两侧这里按得透彻，有时候即便不处理肩胛骨内侧炎，有时候效果一样可以达到、哦、所以这个你们临床上再试试看。那这个就按深一点，它这个痛点。那同侧我稍微再大力，你再看看这里呢？会，会，哦，这里会了哈、哦，嗯，好、哦，它这里有问题，所以很多乳癌像台北那个也是，它是对侧痛，嗯，它不是同侧，所以也不一定是在同侧，所以两侧都要找，这里的痛，好，啊，下面就不会了哈、哦，这也会痛，这也会痛啊，哦，那它这一边左侧更痛啊，啊、哦，这一段都在痛啊、哦，所以。他的胸部痛，如果能够把痛点都解开了，那他，我相信他可以缓解，哎，立刻缓解。好，那我们现在大开关也处理给大家看。现在，接下来就是患处，那个硬块对于肿瘤怎么传染？好，那诊断是这样。好，先抓，我刚刚讲，那我马上就知道，哇。它这一块都是硬的，那表示这一块就是我们要咀嚼的地方。好，你这一边让我看一下哈。对，没有。不是有没有？不是你说看不出来，万一它是初期的，你们回去也可以抓抓看嘛。就是它应该是怎么抓呢？第一个，你也不知道它有没有，一般要检查有没有硬块，先这样，先抓。抓出来整个就知道了，哦，这个是松软的，那表示它没有大肿块，就可以确定这个是安全的，哦，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它没有小硬块呢？哦，所以我们小硬块就开始这样，就用两手捏捏看，好，啊，这样找找看，哦，这里看来大家也看得到，都软松松的，哦，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我这样按你也不会痛嘛，哈，哦，这样这样，记得再抓小块的，哦，是这样抓，哦，好，那这里没问题之后，那你看哈，哦，这个有我们也是这样检查，我们都是靠手的感觉触感，这个一摸就知道了，这个
这个硬摸就是硬的，那这个很明显就不用讲了，非常硬。好，那其实有一些乳癌硬摸就知道了，这个就已经是整个硬块都硬了。那硬要怎么涂呢？先把它涂姜粉泥，因为怕它热能不足涂到这里。那我们现在开始涂，涂完我再教各位怎么来按摩，把这里按到稍微松软。重病为什么连好的都要涂？因为让热源借由皮肤吸收进去，补充一些热源，改善热能不足。好，大家现在看哈、是怎么涂的哈、第一个站姿一定站在头，不要站旁边，这样涂会偏一边，所以这样重心才稳，然后比较好推。以后背部也是这样，一定是站在这里，不要站在侧面这样涂，这样力道会比较均匀。这里其实涂法跟背后其实是一样的，最后把它拨开。那假设这里都已经好了，那现在重点就是在这个硬块。好，我们说判断乳癌有在原始点有分三个形态，有没有爆掉？爆掉就是第三种形态。那第二种形态就是颜色已经变，它很明显就是已经到了第二种，而且蛮硬的那会不会爆？很有可能，只能说让它松了，是不是以后会爆出来？很有可能因为它已经诊断出来了，所以我们这里尤其重病，你姜粉泥还有按推要同时，像这个整个乳房都要涂，整个大片，不要节省因为它 整片都是硬，让热源能够渗透进去。乳头比较敏感不要去搓乳头那这里处理最主要硬块的下面就是根，我们是要按推根部。我帮佩子讲解，就是他正在找根部的患处痛点啊。如果有痛，你要跟我们讲。这里有一点，有。这里有一点啊。OK。这个地方会痛点，一定要先找出来。对，这个会痛。大家看那个佩子的手法他这样按。也是一种，没有说对错了，它这样是可以的。记得大片一点，那个姜粉泥要大，不要一点点就是那这样才会滑。所以他的手因为有很多姜粉泥，所以他的手是滑的，比较不会把皮肤戳破。这样他有没有跟佩子蛮类似的都是用拇指，他们都在推。大家在处理就有一个概念要去找根部的痛点，那找出来痛点加强多揉几次，那其他的这些要不要推也是要，因为它蛮硬，尽可能把它推到软，就是按到最后应该会比较柔软，然后柔软了之后肿瘤会慢慢缩小，有弹性之后就会缩小，它不会越硬，有时候就会越膨胀。它这里都有痛点，因为你们注意它是用拇指我现在在按推，其实有各种手法，我跟他们可能就会不一样。张医师，因为呢，经过那个佩姐学姐这样子按一下，然后我也帮她按了一圈，然后她现在其实这些都有一点点软了，比之前，然后她现在的触感她就比较敏感。触感就不一样。之前我问他这里他都不痛了，但是他这里他都痛了，现在。现在开始痛。所以你们就有时候硬硬的，刚开始是没什么为什么有时候越来越柔软，他开始就有有那个痛感出来。重病很多是有这样的现象，所以一般这么硬不可能没有痛。哇，这里很痛，这里很痛，这一块痛。其实要慢慢伸直进去。就像我们按推你们要痛点我再伸直一点点，这里有些就有感觉，所以要由浅入深这样去诊断。有
那这样效果才会出来。这里更痛，对，这里更痛，现在整圈都会痛的了。对，现在慢慢都松了，它慢慢感觉就出来了。这里就松了很多了，你这里。好，之前说有一些重病按不到位就是这样，它都表层，所以那个硬，它都说没有什么痛啊，啊，最后越来就越严重，因为它没有推到深层。OK， 那我也推给你们看一下哈。大头一点，好，我一般我现在就是直接沿着根部直接用肉多的地方直接贴进去啊、哦、这里痛不痛？这样不会痛啊、哦、这样他这样你比较会痛对不对？对对，他这样比较局部的深层，那我直接这样推进去，这样会比较舒服、哦、所以比较我跟各位讲哈、哦，大面积患者比较不痛，所以如果比如说这个胸部哈、哦、正常肉很多，一边贴过来一边，如果它有硬块，直接就这样推了，啊、哦，这样就可以舒啊。那同样，我一般习惯这样，大面积的推。那我这样力量也可以慢慢进去。我是用仪器，有看到我红红的地方，这里痛不痛？还可以。好，那这一手也可以用，你也可以用这个仪器。这里痛不痛？痛。这里就痛了、嗯，那就代表这里真的有痛。好，这里呢？痛。也痛。好，所以这个可以不可以找得出来？当然也可以。这里比较痛，是吧？这里。那其实我这样已经在帮他舒缓，还有热源也可以慢慢进去。这样比较舒服，张医师在推比较舒服。你看，有人说我舒服，有人说他舒服。中医都你比较喜欢这样，对不对？对。因为它面积大，但痛点一样可以，应该可以找出来。因为我现在都给我按点的，所以记得哈、哦，我都害怕了，被他按了。对，当你们有人这样，这个按点其实很刺激，对，这个很刺激。我现在比较不赞成，其实大面积患者比较能接受，然后大面积有一个好处，我连这里硬块我也会帮他舒缓，这个也有达到舒缓的作用，对不对？啊，你又不会很特别痛，对，啊，这样应该蛮舒服的，对，我整个面积下去，所以我建议你们手这个手法也可以试用，因为早期你们像佩慈这样也没有错。它只是在根部，但比较刺激，对，这样对不对？很刺激。啊，我这样就虽然也有进去，但不会很刺激，对不对？哦，痛，这里痛了，痛，这样承受得了吗？可以。可见我这样按也会痛，但是我是整个贴进去的，比较不会刺激，啊，所以我现在跟台北，我也看到几个手法已经不大一样，但不能说错。他们有时候集中指腹或指尖，那指尖跟指腹会比较刺激。记得不能用蛮力，这个手不能用蛮力，这里是松的，然后整个推进去到身体。你看啊，所有三种的做啊，各种做、啊，到最后都是从根部，有没有？这样也可以。直接从根部下。那他这样处理也是很舒服的，因为他也处理过重病，所以我说让你们都看看啊，你们喜欢哪一种，在临床上可以这样根据患者的形状，你们找出你们最适合的手法。这样你有没有感觉周围热热的？有，而且热有透进去，比较舒服，很舒服，对不对？刺痛感比较没有了，本来都一直刺痛，一直刺痛。一整天哦，快要疯掉了。真的，那现在很舒服，对不对？对，现在比较不会刺痛。患处痛点，当你大开关解决不了，患处痛点就是这样。它推到最后，热渗透进去，因为你有用力。我说的用力就是靠身体姿势，他手要柔软，它热慢慢渗透，它连那个硬都会变软，然后它的即便有痛也会减轻。如果是属患处体相引起的痛。也可以减轻。他刚开始我抓哦，这里都蛮硬，现在这里有稍微松软，比较不那么绷了、啊。
我们做的时间够不够？旁边这些不够，今天是示范，绝对不够。以他这么严重，我们可能只是做不到二分之一。他再继续，他会慢慢热在渗透。所以有时候一个多小时坐下来，他整个真的是热乎乎的。患者会讲，哎，那个热好像一直渗透进去，甚至渗透到里面，那整个他就会柔软。先温敷好了。还有一点哦，有些患者爆掉，他流组织液，你按了他会流出很多。做完的时候，他周围会很热，但是热也会渗透进去很舒服。但是你要立刻用电戴森的电热吹风机什么，直接吹。啊，这个我也建议用电热吹风机吹干。局部。好，那再来补充一点，如果到了第三种形态破掉，面积大。不用看，就是重病。那这时候平常要叫患者回去怎么样？还要照。那如果有伤口很深，就是用带针吹。一定要加强哦。如果没有加强，他明天又崩回来。跟刚刚比，你感觉怎么样？有比较舒服啊。对对对对。哎，跟以前的舒服不一样吗？怎么不一样？因为我先生是在网络上学原始点的，对，所以他对这个内热源跟外热源不知道要比较重视。可是我去谭师姐那里以后，我们才发现说，哦，原来要推拿之前要内外热源都很重视。那我回去我先生帮我敷了以后，才发现说更多的痛点。哦，本来因为没有加那个内外热源的时候，它那个痛点就是比较少，哦，不那么明显。所以我现在是说，那个当你内外热源加的时候，它更深层的痛，它可能会浮上表面来，就会更多的痛。对对对对对。所以本来我去的时候，这条筋是很痛很痛硬。我觉得比对在西医。跟原始点这两个发心上面的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我为什么会放弃，就是我最后做放疗那一天，我回到家做第十一次的时候，回到家我是晕眩到都不能动，整个房屋天旋地转。那时候我先生在上班，我也不敢打扰他，自己就躺在那个客厅的那个柜子上面躺了三个半钟头。然后等我先生回来，我才跟他讲这种状况。我就跟我先生讲说，我要生活品质，我不在乎生命的长短。我说如果说生活品质这么差，我不希望长寿。所以我现在就上网帮我找到了原始点，我看到张医师的那种那么慈悲，在真的是以病为亲。相对于说我问西医，我这么难过，我可不可以先把身体调养好再做？他跟我讲说，你说什么我都不同意，让我很刺痛的感觉。我认为说，我好像是把我，你根本就把我当一块肉在切啊，就是说你进来我就不给你出去，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不再回头走西医。你去佩慈那里几次了？我去佩慈那两次。啊，你的感受？处理完就比较好，对，这条筋比较松。好，今天你感觉这样贴着的按推效果跟之前大家这样比，哪一种你会觉得比较效果？当然我这个是舒服啦，对，效果呢，论效果，效果我觉得张医师的效果是比较好一点。好，今天的效果比较好。对，好，那这个有松掉了吗？有松掉，本来我这只手是没有，他们都是一样的这种按摩椅嘛。是。他第一次叫我这样，你手垂下去，我没有办法，这个很痛。现在按完。现在可以这样垂下。哦，那这样很好。这一个患者哈，我们这样实际操作下来，大家也看到，他也电疗多次哈，其实情况体力啊也都变差了。事实上，患者想调养自己，但医师又不同意的情况下，他寻求原始点。那因为他是重病患者，所以大家也看到了，外内热源相当重要。然后让他热源进去了，那我们
用力一定要有一个巧劲，由浅入深。那大家也看到哦，不管你是用拇指指腹也好，或是哦食指中指的指腹也好，甚至我说的鱼际哦啊腕骨两边的鱼际都可以用。那紧贴着这样大量的涂姜粉泥哦，一次一次的涂。那因为有用一点巧劲力量哦，它痛点就可以改善。同时它那个硬结肿块也会变松软。哦，这样处理很多尤其癌末患者乳癌患者哦，都会得到很好的效果。好，我就补充到这里。好，大家来看一下哈，它这个很明显就已经颜色变了，有没有？这个是皮肤的颜色，正常的颜色啊。那这个是特别突出来，那所以它已经进入到我们分类的乳癌的第二类型。哦，不要看这样就直接去捏这个，先第一个帮它诊断，如果有硬结肿块，先把它哦，先确定。还有没有其他？这里有一点嫌疑，这里都是松软的，但到这，你看它这里松软，对不对？那我不是教你们接下来要怎么按局部的？哎，这里大块没问题，也就是它没有大肿瘤。那还要去确定有没有小肿瘤，那就是用这样。哎，这里你看，来，我弄给你们看，有没有跑来跑去？有没有？那这个就是硬结块，有没有？大家有看到哈？有没有？所以。这里有这样嫌疑，但应该还有一点软软，不是很严重，但要注意了。这个等于在处理上可以同时处理，也就是这些就是诊断了，哦，所以它不能放松哦，它这里是到第二类型哦，因为我看过第二类型就是有硬块，处理不好慢慢硬，这里也硬，那里也硬，它越来越多，啊，一下子就爆了。爆了就变得很严重，所以现在它蛮好处理，应该这里有这种嫌疑就要赶快处理。它都是那个姐姐在帮他处理。来，那你来摸哦，这样哦，你处理它，你一定要学会诊断，因为它这里是没问题的，这个硬块已经很明显，但是你要确定它这里还有没有，要不然你一直处理它，万一这里有，不是先抓，先这样抓，整个抓起来。哦，这里都松软，对不对？这个就没有问题。好，那你这个松软没有问题之后，再来找局部的，局部怎么找？好，开始这样、哦，啊，这样捏，哦，啊捏，哦，你看这里都松软，但这里就有一点点，这里更多，所以它这里也有一点点，还有这里也有，你摸摸看，这样捏你就捏得出来，有没有？嗯。好，啊，你捏到下面看看，这里。有没有？这里啊，但是我要你的是那个块状的。你生成你这样，有没有块状？有，有一点块状。嗯，好，那这个就要处理，知道吧？我的意思是，现在它没有什么问题，但块状越来越硬，越来越硬，也许就是又变成另外一种了。哦，好，那这个也是你揉到深层，按到深层去，有没有？嗯。也有一点嫌疑，只是没有那么明显，对不对？但好，你再来捏捏看，这样轻轻的哦，这个也不能太大力，有没有？这个就更明显了，周围已经都形成固定。这个哈，哦，诊断哈，哦，我还是会要求哦，这个帮人的那个指甲就不能留指甲，要不然你怕容易抓伤患者。然后抓出来了之后，好，怎么处理呢？体力看起来都不错，你现在。有什么头晕、什么全身无力这些吗？就头有点胀胀的而已。那个头胀都没关系，那个是体伤，体力还好嘛哈，哦。走路、爬山什么都没。那这个如果这样哈，哦，没有什么特别，一般是轻重症，不会有生命危险的。好，哦，所以处理上就是以按推为主，热源为辅。那这样热源涂这里。如果他确定这一边有硬块的时候，我的建议是另外一边再找找看，如果有顺便处理。我只是提醒你们，在做法上应该是这一边检查完
这边也有啊，确定这里边有了，那这个也有几率。我们现在做重病患者也是这样，有时候这一边走，哎，再摸一边也是有，然后再挤，哎，又组织一出来，原来他两边都有。他表情，你看他那个痛，痛，那个你不能抓那么大力，他看好了，好，手这样贴着这样，哦，这样就可以检查出来，哦，这样你会痛吗？不会， 不会啊，这样。这样没有什么事啊，所以去这个诊断不能用铁，好像铁砂掌还是什么去抓人家，不是这样，是捏捏看啊，这样捏也不能太大力，就是这样轻轻的这样，哦啊，看看有没有硬块，但是要按到深层哦才捏哦，不要这样表层这样捏皮哦，那个没用，就是这样进去一点，这样。好，哦，啊，这样就可以摸得出来，哎，这里有一点嫌疑，那，啊，这样就能，啊，你这样表层你就摸不到，啊，这个也是，一定是要捏在根部，不是在表层抓皮，啊，这样大家检查都没有问题了，那就确定这里有一点点嫌疑，这里也有一点点嫌疑，但最大的是这里，这里因为很明显它已经变颜色了，而且硬块已经形成，所以它周围一定有痛，这里痛不痛？这里呢，这里就痛了，啊，因为它面积很小，所以这时候不适宜用这样的，就是，所以我说各种形状不一样，一定要针对它的形状。现在用指腹、啊，或是用拇指这样都可以，啊，这里也是痛哈，啊，这里呢，痛了，轻轻摸就很痛了，那这个真的是有问题哦，这个按到最后，但是它很痛的话，就是要慢慢按。这里痛不痛？痛哦，轻轻这样就痛了，啊，这个确实要处理，这里是很明显，然后有硬块，然后硬块如何推到柔软，然后这里也是，好，这里的推法它有嫌疑，有些，哦，就是乳癌它只有硬块跟皮肤一样，那怎么处理呢？涂姜粉凝一样，因为面积大肉多，看肉多肉少，嗯，如果肉多你这里贴住，哦，比如说把它固定这里来，然后就这样把那个硬块有没有，嗯，啊，这样很舒服，就是整个手一定是柔软，不能用抓或用大力推，嗯，我这样是不是蛮舒服的，然后你涂姜粉泥这样它会很舒服，千万不要用这样、哦，这样它会不舒服，哦，好，我再解释一下，这里把硬块一定用涂姜粉泥这样涂完，这个是最最重要的步骤，然后我们之前还有教过，就是测试里面还有没有压痛点，就是沿着肋骨有没有，嗯，哦，这个这样痛不痛，哦，这样痛不痛，是，嗯，这样痛不痛，所以，哦，这个只是辅助，如果有痛点再顺便帮他处理，那如果没有就算，还是以硬结肿块这里处理。所以你捏到但是不痛就没关系吗？不是，有硬块了就要处理，啊，你有一点点硬块，所以涂姜粉你不要只有处理这里，哦，最好这里你这里也有一点点小小的硬块，这里也有，嗯，哦，根部你这样应该有感觉得到，嗯，那这个最好先处理，为什么？不要等到 变成这样，那有处理它会越来越松软，即便它没有一下子变松软也不会恶化，那你就会比较放心，但这里确实是你的大患，这个一定要去找配置固定时间，好，那我们就来看手法大致都差不多，啊，最主要是从根部，好，痛痛，哦，他很痛，哦，他很痛，哦，这么痛，对，所以那个还要温柔一点，遇到很痛其实一定要热够的话他痛就减轻一半，嗯，他不能够快，就是要慢，好，但是 慢他还是要有一点力，会那么痛哦，如果遇到这样先把大开关先解决，如果照第一个我们是要先从背部涂姜粉泥，啊，局部涂姜粉泥，然后把背部的痛点揉开，它这里就不会那么痛，
然后在涂的时候它就比较能接受。所以我们现在少了这个步骤，你直接按，因为时间不够，我们没办法从头步骤做到一次。你看要不然一个都要做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不够。现在只是教你们局部的，但整体的比如说它那个背后要按哦。说这次没有按背它就比较痛，我相信。所以它不是重病嘛，那轻重症是以按推为主。那按推按哪里？大开关啊，就是背后啊。它按完它一些痛啊绷紧啊它就会松掉，那我们再来涂，那这个痛就可以立刻减轻。而如果按的都没有效，那就是患处，那这时候再患处加强热跟按推。所以背后的按推非常重要哦，我再提醒一下，它那个颜色变得已经不是像正常的皮肤，我只能说很可能会爆，也就是按到最后它里面一定有组织液、哦、它就会破皮流出来，那流出来它才会消。如果它一直积在这里它会很痛，它不会好啊。所以在按的过程中有时候它会感觉肿胀痛肿胀，那是正常的。记得哦，不要说患者肿胀是不是我按错了，不是，他肿胀之后然后慢慢那个红色的那个皮薄的地方它就会破掉，它破掉之后它就会流出组织液或血液，它流出来它那个肿块就会突然间消下去。哦，这个就痛了，对，这个很有可能，因为它这里刚好对过来、哦、你看还蛮准的。哦，这里也痛，刚好这一段对过去这样、哦、所以这里、哦、两边都痛，这样也痛啊。哇，这个手法已经算很轻柔的，那你背后那个大开关真的是大问题。你有做浮力挺身吗？破胸这个都有做、哦、一定要坚持哦。好，我下面再帮你找一下、啊、这里也痛啊，这里痛吗？哦，不会，那还好。按完就比较没有抽痛。应该是，那抽痛应该是从背后。你要注意啊，他很痛哦，不要松手。哦。要跟他先沟通好。嗯。就是慢慢由我，你可以宁愿轻，叫他忍耐一下。嗯。你轻，慢慢让他能接受。嗯。然后慢慢时间久一点，要把那个硬块揉软，那这个他会好。嗯啊，如果一直怕痛不敢按下去，嗯，它那个硬块就一直存在。然后还有哈、哦，用电热吹风机先吹一吹，吹热哈、哦，它也比较不痛。嗯，哦，只要有热，痛就减轻很多。然后再涂，你注意，它那个手是很柔软的，嗯，是不是？所以感觉不一样。所以你要这样才能由轻而重啊！你一下子按下去，那个蛮力它就受不了。嗯，他会推，对，找到我那个筋，然后推他。这不行不行，这所以手法很重要。那这个你手法出了问题，比较不痛了，嗯，是不是？他这样按开了也会松，嗯。啊，这样慢慢推，你看他痛，他就停止，然后慢慢的，哦，不急着，哦，然后他痛就稍微让他缓解，再来推，揉到他最后会软，啊，也比较不痛。它可以揉到这样，但要花一点时间，然后要让它有一点痛，它又能忍受，那这样就能解决。好，这个患者哈、哦，体力还不错，那他有去西医检查，也就是切片检查，他下面那个硬块就是切完片，然后就凸出来，变得很硬。那西医也确定那个是乳癌，但患者他不愿意接受、哦、就是西医的、哦、手术化疗这一类的处理，所以他寻求原始点。那我们的诊断第一个先看他体力怎么样，诶，体力不错，那所以我判定是轻重症。轻重症是以按推为主，热源为辅、哦、可以，所以可以先按推、啊、比如大开关先按一按、啊、我们再找痛点就不会那么痛。好，那周围的、啊、
涂姜粉泥局部就好，因为它不是重病，不用前胸后背都涂，不需要局部加强就可以。那按推的方式大家也看到，就是以患者能承受，那这个因为面积比较小稍微顶进去。那至于上面我们摸出来那个可能是纤维化钙化也好那个都是明象，但处理的方法也是一样，去从根部看看有没有痛点，如果有也顺便在涂姜粉泥的时候也顺便把患处痛点慢慢揉开，让热源进去，那体伤就比较容易修复。好，我就补充到这里。我说的破掉就是第三种形态。好，那一般我们要处理之前还是要问他的整个症状。你这样多久了？一年多有吧，从开始觉得硬块。那我一直不理他是因为我小姑跟我婆婆都是乳癌，然后切除之后还在护花走的。你小姑？我小姑跟我婆婆。跟你婆婆都是乳癌切完走的。对对，在护花，在护花，然后整个全身都是这样，就慢慢护花这样。所以你不愿意走他们的路？对，我就一直都，那我也都没让孩子知道。我觉得我是好像经络什么有堵塞，我是自己感觉这样，所以我就自己按摩，然后因为刚好朋友跟我介绍原始点，那我就开始看影片，那我也开始找痛点，但是我自己找不到痛点。那到一直到8月4号，我开始觉得我有瘤组织液了，所以我才找到佩芝他们讲，我就开始担心了，因为我看到我在8月4号之前瘤组织液，之后我开始又一直找老师你的影片，然后就一直看一直看，之后才看到爆破的那个，我自己都吓了很大一跳。其实我看过很多乳癌，你别以为割了它不会再长，它还会长，所以接下来就是一个破坏化疗。那甚至电疗都局部的，那整个身体都会。我告诉各位哦，如果爆掉以西医这样的检查，一般以我的理解，他们一定说它是乳癌第四期，也就是癌末，只要爆掉就是这样。那西医又会检查说啊，它有没有转移什么，那个是完全没有意义。那处理它最重要的是，我们处理癌是要保命，西医不是它，就是解决癌。那保命最重要是看体力，所以简单的讲，我们要先问他到底有没有生命危险。所以我先问你，你现在体力还好吗？还好，还在工作。你看他现在还能工作，因为他没有破坏。其实他只要一破坏，体力变差，在原始点的理论上就是恶化，那这个就有生命危险。那他现在还有体力，不会有危险。即便他爆掉或是看到很大，那个都不用担心。但最重要是看体力。比如你妈妈就是体力很好，所以我认为她不会挂。她即便也是有重突出来也快爆掉，西医也说第四期，但是她体力好就没有事。那同样你也体力应该还不错，还可以从水上到这里来。体力感觉都没有什么很特别疲倦。嘉义到水上是到这里的。那你感觉平常的体力都还好 ，OK 吗？都还好，对。但你确实已经到第三类型，第三类型就是比较重。但是你现在如果体力都还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认为没有生命危险，也就是应该还是轻重症。不会一下子，因为但是你们要看如果爆掉很大的话，不要怀疑，就是直接重病。但是它一点点，我等一下，我现在开始帮你诊断，好不好？先帮你摸哈。哇，蛮大的哦，不是只有这里哦。大家看，这里都硬的，也就是不要看它这样，它面积其实蛮大的。那这么大，我会把他提醒，还是重病，就是以重病处理。但是只是他体力没有到什么险象命危而已，但应该要注意，因为他那个已经蛮大的。大家有看到，
所以这个蛮准的啦，你一摸你就可以，这个不要在旁边这样一直找，这样直接这样找就知道根部在哪里。好，所以它应该是已经算是第三类型，那也算重病，所以你要锻炼体力。建议你，我先跟你讲哦，虽然很大，但你不要担心，因为你体力好，不会出事。但你已经在流组织液，会消耗体力，所以要懂得补充热源。好，啊，开始锻炼体力，啊，不能工作太疲倦，你那个组织液都会流，所以应该已经。八月四号开始。对对对，那个面积在真的是还蛮大的。那处理哈、哦、这些，像刚刚它面积大，就可以用我的手法，也可以就是，好，我先示范了哈、哦。那个涂姜的泥就是这样涂了，一手顶过来，一手这样揉，大坨一点啊、哦，就这样，它直接就是整个贴住，从根部这里痛不痛？这样都还不痛哦，这样呢？有一点点啊，因为这里很难贴，它这样跑动，所以有时候你们看不行，就是用拇指，就是大概就这几个手法。这里有一点点痛，对不对？对。对这里痛吗？有时候有感觉。有，那这个就是痛点了。这样的。还好。不算痛嘞。对，那这样就确定。嗯，这里。这里就痛了哈。嗯。对，我不相信会没有痛点。一般那么大了、嗯，那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了。嗯，嗯，这里会了，这里也会哈、哦。对，所以你们可以确定了，如果这样红色的哈、哦，不是去按红色的哦。嗯，红色下面记得哦，是红色的根部下面哦，嗯、那个抓的这里很痛，它很痛。你看，开始要流血液了，有没有？它痛循环就会变好。组织一开始流了、嗯，这里就没有那么痛，是吗？对对，就是这里最痛。对，你是下面真的最痛。嗯，你即便这里有，也是比较轻微。没有，这里都没不会。啊、不会哈、哦。对，这里呢？这里还好。还好哈、哦嗯。那真的你是下面最严重的，肉多用我们的整个贴住，这样效果比较好。嗯。啊，如果肉少，你可以这样指腹，记得看情形。会变化，伤口不要涂，让它保持干爽透气就可以了。它这个要用吹风机吹，哎、啊，要吹风机吹哦。有我有拿一个，我有拿一支那个远红外线，啊，也可以照，也可以，因为它是浅层的。嗯，那现在这样处理，它肿瘤会慢慢变小，嗯，好，然后硬的地方也会慢慢变软，好。现在会处理肿瘤的只有烟石点，我跟你讲，我有全世界，我有信心。啊，你如果割了这些痛点都还在，它还会长出来。它将来这样按哈、哦，它有时候伤口会突然间爆开，那个都是正常的。所以你这个东西，然后已经颜色变，我已经确定里面有化脓组织什么血液都交结在一起，然后加上寒，它就变成硬块。那、啊、你一定要推松的。然后这些组织液才会化掉，才会一直跑出来。它、啊、跑出来之后，肿瘤就会小下去。那张医师，它会不会像你那个影片里面那个，它会整个哈，好像开花那样？啊、然后不一定，它爆破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比如这里把它弄松了哈、嗯，然后这里只是一个管道，为什么它会破掉？嗯、就是它身体也会找一个管道，让那个管道把里面的脏东西流出来就好。啊，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管道，它会整个越爆越多，因为身体它压力越来越大，它不知道要爆哪里。而、啊、我们尽量让它从一个小洞口出来，不要让它等到面积很大，然后乱爆的时候一下子面积很大，很难收拾，那时候就是重病，因为它面积大，修护底腔要消化更多热量，那这个时候就更难处理。所以现在我认为还不难处理。现在不难处理，但要很用心处理。他、啊、如果他组织一流到旁边，要把它用香囊擦拭干净。香囊清洗可以，但不是特别重要。嗯，哦，就是把重点干爽透气，就这样，它、啊、不要包扎起来。啊，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组织液啊、脓啊、什么样种种血液，如果你把它包扎起来，它就会越来越烂，烂在里面。啊，你们就这样处理，不会有事的。
谢谢。如果处理得当，它可以活很久，你不要担心。但真的不要破坏，如果没有体力，西医一搞，它就没有体力，那真的就救不了。这一个患者哈，他已经也是癌末了，但是以原始点来看哈，西医虽然说是癌末啊，乳癌第四期，但是以原始点来看，他体力还不错。那我因为他已经到第三类型，我还是把它归类于重病。但是重病里面，我们原始点又有分啊，一般的重病。比如容易嗜睡啦，体力稍微差，那个都是重病。那如果有危险，就是体力越来越差啊，那这甚至症状还在恶化，那这个就是有危险了，险象一线。那到了更危急的，有时候甚至胸闷、呼吸困难、喘，走路都会喘，然后全身无力啊，那个都是已经到命。那如果以这样来看，这个患者以原始点来看，虽属重病，但我认为是一般的重病，因为他体力还不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先温敷一下，然后局部再涂姜粉梨，也就是来的时候先红豆袋，让他温敷一下，然后再来局部加强，这样就可以。那如果很虚，当然就前胸后背都要涂。那局部的按法，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看面积，然后以患者能承受，记得只要有症状，必然在患处一定可以找到痛点，也就是一定有体香，那从体香下手，把体香按开，然后顺便让热源进去，那硬结肿块就会变软，然后肿瘤甚至会变小。好，我就补充到这里。我们来看看他的情况，他就是西医检查说他已经是癌末了。如果以西医的标准，他们都是癌末了，到快爆掉了或是怎么样，到第三类型都是属于癌末了。西医对我们只是一个参考，但以他为什么我会乐观呢？因为他西医讲的，就是说他已经转移到骨头，甚至他颈椎也有裂开，还要戴颈套。我上次有说，他会头晕，他现在的，这里呼吸会闷闷的吗？有时候要很大力，可以拿一个要很大力。他说有时候要深呼吸才吸得到气，那代表呼吸还是不顺，那这个就是他背部有痛点。那他来台北，我们都大开关都有帮他按，确实有痛点。因为他不是重病，虽然西医说他多严重多严重，我看他根本不严重，因为他体力很好。那他只要局部怎么样涂我们要按的这里涂开就好，不用涂到说这里也要涂，所以他大概这样这一节。那他但是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涂的就是他头部有体香，所以这里要涂，所以头发可能最好剪掉，整骨下来到这里，因为他脖子会僵硬，他说骨头裂开，他常常脖子转不动。我认为转不动是因为戴那个颈套太久。可是他是中间那个，就 X 光照出来是骨头不见的。骨头不见也没关系，记得我讲，骨头其实不会造成疼痛，你放心。所以如果会造成疼痛，当我帮他按推，他就不会好。但我一下手他会好，就代表跟骨头。因为我按推骨头不会长出来嘛，那他为什么症状会好？那就代表症状跟骨头无关嘛。这个理论很快就可以逻辑推理出来，所以我就确定他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台中你们要帮他解决的就是头部延迟点，他头部就是这个手法，因为他很怕痛，这个用食指法，他食指现在是改成这样翘起来，他轻柔的。握膝前，这样就能顶得进去。我来看，我来让你们看看它到底范围有多大，因为眼见不准。那我说要抓，好，那我们怎么抓呢？好，它整个范围，它小了很多嘞。对呀，就跟你说，本来这边都有啊。你本来是这么大啊。对呀。那什么？就小一半啊。对呀，
本来是有它那么大吗？本来是差不多，没有，本来这里有，但是现在没有啊，这边都不见了，怎么会那么快？哎，对啊，你看它少了一半了、啊。它以前我记得我是这样抓它的，对不对？第四，它好很快、欸，它也是癌末啊，它跟你差不多。我看一下，你摸就知道了。小那么多，小这一颗在，可是是旁边的不见了。这些没有了。它为什么呢？那么都松了。体力有，我说它这个根本死不了，松了，而且它恢复会比较快。西医也是没辙了，来就要化疗。它还蛮有智慧，它不让它，对不对？你西医你不走啊、哦嗯、所以这样看来他恢复的还真的蛮快。好，那我们来做做看。那台中的你们、哦、可能就是局部要这样，那其他的就不用贴。然后背后也是要我，但是局部不用、哦、我买姜泥跟姜片。这里痛不痛？现在还好，现在比较好。这里它有，这有一点，是有一点可以接受吧？可以。啊，它有流组织液了、啊，我已经想起来，它那个组织液流出，闻到味道，你有闻到吗？它对，有，所以它已经有组织液了。这里痛不痛？这里痛了哈。它已经没有上次那么痛了。对，它应该改善很多了，真的。这里比较不会那么痛了。嗯。所以你痛还是在下面这里，对不对？是肿瘤少了一半，你有差？真的有差，你是变软，真的，你还变得蛮快，这样会痛吗？有一点点啊，这里有一点好了，大部分就集中在这里。那我的推法就是这样，好，你们也看到了哈，就是从根部，我不是去按它的肿瘤，然后把痛点找出来，比如在这里，然后它组织液那个味道就出来了，好。那这个是我的按法，我们也来看看他的按法。他说他是油压，他喜欢油压，这样很轻柔的，然后又有一点痛。好，我们来看看示范啊。所以这些手法你们台中都能用啊。他喜欢这样慢慢揉揉和的按，所以都对，没有什么问题。那他其实好的蛮快，他本来蛮大，现在已经缩小蛮多了。哦，他之前这里很痛吗？嗯、对啊，我一定是印象症，他今天都比较能承受，是、啊、算是进步蛮快，我吓了一跳，因为才两次而已嘛。他这个应该归功于他体力不错。那、啊、这个我一定要赶快清洗，大概就是。好，这个患者哈、哦，西医已经确定他转移骨头跟转移肺，所以确定是。癌末了，那患者就不再接受西医的处理、啊、那寻求最后寻求原始点，那他都从台中到台北，经过两次的处理、啊、他肿瘤患者自己摸是觉得消了一半、啊、这个确实我摸了也是觉得诶突然间变小，而且又变松软，那应该归功于他体力真的不错了。那这个患者如果以诊断上来看，一般我会比较偏向轻重症，因为他没有什么特别体力差的。但如果看到他还有流组织液，有时候按会有、一些异味出来、组织液出来，那、之后我也评估过有时候三天没有按，哎，不，五天，超过五天如果都没有动，哦，它还是会慢慢崩回来，哦，所以这样看来还是要加强，哎，也就是，虽然不是，很严重的重病，但还是要补充热源，所以做它应该是以按推为主，热源为辅啦，啊，这个效果还蛮不错。哦、所以今天示范的很多几个、哦、你看都在西医诊断都已经说是癌末了，已经很严重、哦、尤其这个患者他来的时候，因为西医说他转移骨头，颈椎也有裂开、哦、还要叫他戴颈套，所以来台北的时候脖子几乎不大能转，然后我说你戴颈套多久，他说三个月，我叫他把颈套拿下来不要戴了，我说越固定
你肌肉越僵硬反而不会好。然后他说他头晕、哦、也头晕，然后西医说里面耳朵有耳屎造成、哦、所以这些都要处理。西医是这样处理，但是来台北我说应该不是这些问题，所以我帮他头部原始点按完之后，还有整骨也加强之后，他脖子慢慢就能够转了，然后头晕立刻改善、哦、所以他就很有信心。然后、第一次我就叫他 不要再戴颈套了，他甚至连睡觉都戴颈套，所以来的时候整个是僵硬的、哦、感觉好像蛮严重。他事实上处理完之后，他因为体力还不错、哦、所以恢复的都蛮快的。好，我这个患者就补充到这里。那我们的器材哈、哦，让他们看看，不会哈、哦，在下边，从上面换掉。他不能啊，因为他是他找那个电管，那个是，但是不用螺丝呢，他是用这样子，他睡觉可以一定都有地方都会痛，如果像这样子，这样动作会搞，这样子没感觉，这样子。那飞进去了，他可能在管上，过去我再，我要再重新再吸一点点那个，你也可以做多，一次要多一点也没关系。你可以这里面把按摩的话，它会流出，这个都是对的。这个会把按住，然后倒进去，你多准备一个两个，对不对？你再多准备一个两个。那个窗吗？那个怎么开关的？那样开关的，是这样的。有点烫吗？哦，你在调降是不是？这样轻轻摸上去的痛，这里对看不到，先要先爬低一点，不用跑。这一点呢？这里痛吗？这样对对对，这里就不痛了。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里这样，这里这样，这里这里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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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要去往前往，哎、欸，对对对，往前，哎、欸，那这样就出来了，哎、欸，对对对，脚一下来这里还是要，你这里腿会这样弯下去是不是？对，是吗？有痛吗？这一次帮你推开呀、啊，太紧了。可以有比较轻松的嘛？有比较松，好 ，OK， 好。
这个患者就是我说最严重的，他那个伤口还蛮大，然后整个胸部其实你们看到包掉的哦，已经够大了。事实上他周围都是硬，很硬啊，硬结肿块，他一定要慢慢推。有时候光做这样哦，光在他胸部周围这样哦，由轻哦慢慢。按推，然后他硬要揉到松，花的时间有时候都要两个小时以上。啊，患者很怕痛，所以又不能太大力，所以一边涂姜粉泥，哦，然后一边在周围慢慢帮他轻推。那轻推他会流出很多组织液，哦，他平常没有按推，有时候也会流，哦，那按推流的更多，甚至里面还会流脓，整个。哦，白色的哦，哦，一坨就这样喷出来啊，所以他们一直不断的流，所以刚刚大家在看哦，上面还有盖卫生纸哦，那个是因为怕流出来溢到旁边啊不好推，所以哦那个不是每个人都要这样做哦，这解释一下。那这个患者我要求是一定是随时都要。哦，温敷，那也发现这个患者如果热源哦，即便加强，但按推不到位，事实上里面那个组织液哦，有一些是会积在里面，然后硬结肿块会变大哦，变硬哦，所以按推也要到位，但处理这样的患者一定是以热源为主，按推为辅，所以他涂一般是。前胸后背都要涂，借由皮肤让热源进去来补充热源。那按推、哦、虽然患者很痛，但是我们还是以患者在能承受的范围内尽量把它揉松、啊、不能一下子用暴力，就是慢慢轻轻的按，然后时间花长一点，一定要很有耐心、啊、所以我也觉得哦，从四月做到现在已经八月了，基本上虽然没有办法一下子把它收缩，好像都停留在这里，但也还可以维持一个绒面，也就是好像没有恶化、哦、但是中间已经付出很大的、就是包括志工还有他们家属还有患者本身都很努力在做了，所以像这样的患者我也在想、哦、如果没有延迟点，那这个情况又那么严重、哦、很可能、哦、要 活几个月都很难、哦、因为两三天没有按，它整个就绷紧，整个肿瘤就会 变大、哦、这也是我看过乳癌最最严重的一个。好，我就补充到这里。老师，那我们今天乳癌的实作就讲到这里。好、希望今天的视频各类的乳癌患者、的操作方法大家可以、以此、来学习，应该、看到这么多的乳癌患者应该就以后就比较不会担心怎么下手了。好，那很感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好，谢谢张医师，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好，那我离开咯。好，谢谢老师。好，再见。好，老师再见。好，谢谢大家。